妈呀，今年这些悬疑剧直接杀疯了，简直神仙打架。你最期待哪部呢？剧荒的建议点赞收藏再看。第一部《国家行动》，继《狂飙》之后又一部扫黑大剧，时隔六年终于定档，演员阵容极其强大，由张译、黄志忠、陈宝国、和平、王志文、于和伟等主演，以四川刘汉大案和狂飙同故事原型，讲述了反腐斗争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典型案例的故事。第二，无间，由靳东、王丽坤、张志坚、王志文等主演，讲述了日本投降前夕1944年间，共产党人为探求家国信仰与敌对力量展开的一场充满胆识与智慧的生死博弈的故事。第三，孤舟，由张颂文、曾舜晞、陈都灵、王玉文等主演。第四部《潜伏者》，谍战题材悬疑剧，由黄晓明、蒋欣、吴晓亮、万茜、王志飞等主演。第五部《群星闪耀时》，由李现、袁明等主演。第六部《孤战》，由黄景瑜、辛芷蕾等主演。第七部《梅花红桃》，由韩东君、关晓彤、赵奕欢、陆自珍等领衔主演。第八部《前夜》，由欧豪、张慧雯等主演。第九部《逃兵》，由彭冠英、陈玉琪、傅大龙、王劲松、董洁、高瀚宇、陈小云等主演。第十部《画眉》，由刘学义、彭小冉等主演。抖音。